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吧隔阂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真的想回到从前的公寓，和他重来一遍。可不懂，在他惹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再也不欺负他。当他陪在我身边，让我心动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藏着，什么都不告诉他。所以想念更苦涩，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。对你深深，等我们在一起之后，紧紧抓住他，再也不让他受伤，不让他离开我。守护关系，也许有种眷恋。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脑海在谱写旋律，弹奏属于奇妙的相遇，慢慢跳入陷阱，抛弃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反正说不定更拉近奇妙的关系。你的笑像夏日风景，悄悄蔓延住进了心里。原来原来打开心扉，发现口是心非，你也在准备说出那一句也愿意，那就用力握住你的掌心。你夜爱的定义，一个奇妙相遇演变成甜蜜，原来我们命中注定。想太多道理，不如勇敢的靠近，就可能变成梦境。两位里面请。两位请点餐。你来点吧。我随意，你点吧。那点一份酸辣青蚝，一份苦瓜排骨汤，一份金瓜鱼。他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，是巧合吗？还有一杯苏打水。我不喝饮料了。那鲜榨果汁。好，谢谢啊。好的，两位请稍等。其实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想跟你说清楚。之前我不知道星云那段时间出了事，我也不是故意在那个时候和你分手的。所以，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信了吗？你一直没有回复我，我还以为你没有考虑好我想来帮你的事儿。帮我？你愿意的话，我这边随时都欢迎。好吧，那你定好时间，通知我。哎，
顾南中，你出现在我身边，给予我照顾和帮助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。不管你最初是因为什么目的接近我，我都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愿意把我名下顾氏集团的股份都给你，帮你拿到集团的决策权。他怎么会有顾氏集团的股份？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喂，顾南州，你妈妈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到你家门口了，还有不认识的人出来，说现在这房子是他们住的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就装作信号不好的样子，赶紧挂了电话来通知你。还有，你没和你妈妈说我们已经分手了？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？那说好了，最后一次。好，你马上过来。嗯。上辈子欠他的。我来吧。哪间？这间。喏，把这些随便放到外面，稍微摆摆，乱点就行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阿姨又来打扰你们了。怎么会呢，阿姨？哎，对了，青青啊，怎么就突然想到要搬家了呢？我看这地方也不是很大，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呀。嗯，这离星云比较近，我上班比较方便，而且青青也比较喜欢这儿的环境，商场比较多，我们出去约会不用走太远。是挺方便，这是江总的房子吗？这是江总的房子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江总租给我们的房子。江总的眼光真好。青青是说，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哎呀，我这折腾了一下午，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呢。青青啊，你给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有什么餐厅吗？餐厅啊，有。妈，你想吃什么？要不咱们先去逛一逛再说。那走吧。怎么吃了一点东西就觉得困了呢？要不今晚我就在你们这儿歇下吧，回去也太晚了，你们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吧？那走吧，早点回家。干嘛呢？还不想回家吗？轻轻的帮我整理领带，马上就来嘛。行，我在前面等你们啊。就一次，就一次，帮你就一次。
青青，你别总听我说。顾南州，你放开！我问你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今天晚上是不可能跟你睡一屋的。听我解释啊，青青，我其实……我不听。那封信是我今天才拆开看到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因为股份接近你，所以才和我分手的？是吗？是。哎呀，儿子，陪妈妈去超市。这么晚了，买什么？我今天出门急忘了收拾了，得去买点日用品。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超市就关门了。青青，我们很快回来啊。妈，你都走了半天了，到底买不买啊？你还真以为我是来买东西的？别装了，不早就知道你们俩已经分手了。 说说看吧，为什么分的手啊？星云之前不是出了点问题吗？我没时间陪他，他就觉得我冷落他。女孩子嘛，总是要人陪的。你这臭小子，一工作起来就没命似的，你以后注意点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好像还有点误会我和江静璇的关系。 不是我说，你们公司这个江静璇，我早就看出来她对你有意思了，还满肚子的小伎俩耍个没完。你说你都是个有女朋友的人了，把这么一号人留在身边，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妈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，她好像误会我是因为股份才跟她结婚的。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？嗯。行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不用了。你能搞定啊？不能。那就听我的呗。走。我们就管自己吃就好。 今天让小周好好表现一下。牛奶，别，小心烫，一会儿再喝。鸡蛋啊，谢谢。你喜欢吃焦一点的。妈爱吃的番茄酱，你爱吃的草莓酱。哎呀。 我们家小周啊，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细心、特别暖的男孩子。青青，你没发现吗？嗯。你还是得炸菜。谢谢。快吃吧，青青。哎呦，哎呀，最近总是腰酸背疼的。妈，我帮你按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你们今天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不如陪我去一趟麒麟山那个温泉山庄吧。哎呀，我好。那一起去吧。我知道，你们年轻人现在都忙。哎呀，那个温泉山庄。 我们以前一家人老去的，后来历程河南星去世了，所以我也不想一个人孤单单的去。本来想着，你们要是有空的话，就陪我去一趟。好吧，阿姨，那我们吃完早饭就去。 这是我专门找他们的经理订的私家温泉，来，快进来。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特别好。
青青啊，一会儿呢，你先到我屋里来泡，我们背着小猪说些悄悄话。好的，阿姨。那我先回屋准备准备，一会儿不见不散哦。嗯。小张，我先回屋了啊，你们俩好好休息。好，妈。在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把隔阂逼退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。这房间是我妈订的，可能订错了。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只顾着忙工作，很少给你准备什么惊喜。其实现在想想，挺对不起的。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经常给你惊喜的。现在说这些，是不是已经晚了？对了，我和阿姨约了一起泡温泉，我先过去了。青青啊，昨天晚上小周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们俩已经分手了。也知道你们之前订了协议，后来你还发现你父亲有顾氏的股份。阿姨，您都知道了。其实小周不是为了股份接近你，我和他最近才知道股份的事。最开始他是因为历城的遗愿想娶你，我知道后立马就去阻止了他。不管怎样，结婚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就算历城是他爸，也不该左右他的婚姻，是吧？可后来小周告诉我，他喜欢上你了，他是真心想要跟你在一起。阿姨，如果南周这么说，只是不想让叔叔失望呢？南州这孩子从小就很听话，南星去世以后，他更是一次都没有违背过历程。而且为了让历程满意，他甚至宁愿放弃动画去学商科。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南星的事而内疚，所以他才逼着自己活成他爸爸期望的那样。原来他是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来找我结婚。可他想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你让他挣开那些期望，让他活得不一样了。说不定你们分手后，他还偷偷哭过呢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嗯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青青，青青，你没事吧？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你醒醒！啊，我来。慢点儿，小心。慢点，你醒了。你最近经常熬夜吗？也没有了。
那你喝点温水吧。谢谢。其实，你妈妈不在，你没有必要这么细致。累了就好好休息，我就在这儿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。舒服多了，浑身真轻松。你要喜欢，我下次还陪你来。真乖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小周，你来看，这里还留着我们一家四口来泡温泉的合影。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来泡温泉，真的很开心。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。青青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小周的哥哥，长得挺帅的吧？嗯，挺帅的。我记得那天我爸还骂过我，说我什么都比不上我哥。他就是骂人骂得凶，在背地里总是跟别人说你特别聪明，从小就会编故事。小周啊，以后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你爸，他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想。我是因为我妈的遗愿去找你的，可我喜欢上你，跟其他一切都没关系。其实我很感激那份遗愿，因为有他我才能遇到你。看你这样睡容易着凉，就给你盖了件衣服。谢谢。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走吧，这是幸运的福利。
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其实那时候，我不想和你分手的，但我当时有太多烂摊子要收拾。洛家把我赔钱，几个投资方摇撤资，我当时觉得自己很挫败，也很怀疑自己。你干嘛跟我说这些？我不想你再误会了。我知道，以前的我很自私，太爱面子，根本不想让你看到我这样挫败的样子，不想让你跟我面对那些压力，觉得我没用。但以后如果你想知道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青青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再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吧。我现在没有办法立刻回复你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周建清回来，结果看到这么大一出戏，前排观摩听得我是一清二楚啊。我是真的喜欢他，非常非常的喜欢。我知道，看见你小子这么真诚，我也放心把青青交给你了。加油。早啊，袁姐，早。哎，张爷，听说顾总最后安排你去参加了江城的动漫峰会啊，好羡慕你哦。顾总居然让你去了，你小子可以啊，什么时候跟顾总关系这么好了？顾总让我去江城？嗯，他不是让小川哥去的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，你赶紧准备吧，说是今天中午的机票，有什么要带的赶紧去拿了。顾总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嗯，你好。周建清今天没来啊？哦，我们老板临时派他去参加动漫峰会了，刚才来的太急，忘了跟你说了。动漫峰会？对啊，就江城那个动漫峰会。顾总，为什么派我去江城？你就是想让我提前退出战场，方便你行动，这不公平。这次的峰会集结了行业精英，你代表公司和他们深入交流，多么好的机会。你好好跟我说一说，这次动漫峰会有什么安排？好像流程跟之前差不多，白天就是行业峰会，晚上，哦，晚上园区有烟花秀。烟花秀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赶紧给我订酒店和机票。订票？你要去哪？周建清，他被安排去动漫峰会了。我马上去订票，马上去。我们这个甲方不错，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……要不咱们考虑接这个？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也在啊？啊，对啊，这么巧！我今天刚到，他们让我作为签约作者过来，没想到你们也在。是啊。没想到那么巧，哎，我们合张照吧，来纪念一下我们的江城偶遇。我来帮你们拍吧，谢谢。哎，准备，来看这儿啊。请慢用，谢谢。
帮我查一下去江城的机票有没有2:20之前的。好的，顾总，我马上查。嗯，有倒是有，不过只能改成经济舱了。经济舱？对，你的症状虽然好了点，但经济舱改。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me falling in love. 脑海在谱写旋律，弹奏属于奇妙的旋律。已经超越过